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们终于是排到了真人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好像对面如果有祭司，我的猫和我的武器会消失，而且我们的地图是闪金石窟，这个有点小慌啊。新地图，然后还面临着这个武器会消失的风险，我们一定要来打一次。好的，游戏开始。哎，我的武器没有消失啊，之前是看到别人武器会消失。上面三个人，下面一个人，来，我们先找这出生点位，不是很清楚吧，应该这里可能会有一个人吧，看见足迹了。喵哎，我这好像可以跳一下，跳不了，翻窗还可以，这是胆子踩掉，来，下一只猫。好的，控住，这边是个地下室，这里来个蓄力。那边好像是不是一个野人啊，强行摸。他不骑猪吗？哇，这插刀有点慢呐，现在骑猪已经晚了。那边是地下室打了一个洞，这个洞从二楼打到了一楼。困是困住了，但是没有打出一个理想的效果，我想把这野人困住，然后一刀给打了。哎呦，挥刀有点慢啊，野人是交了猪的，没有用，这把应该是问题不大。哎，可以，他的这个刀很打起来不是很舒服啊，让人感觉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，但是他的技能真的太厉害了。这边在摸。祭司打洞救人，你们可真是小机灵鬼，这洞没打掉。好，挂死，节奏非常的好，一个地下室，虽然说守的磕磕绊绊，但是都把他们打残了。哎嘿，小伙儿，控住啊，控住。这一波如果刚不控住，可能就穿洞了。这边有个大洞，好，挂上野人。那边血魔满，但他们电击差很多，电击差很多。这个椅子看上去有点恐怖啊，地下这么多。那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防守，但是感觉可能不一定会来救。有耳鸣。快过半了，感觉猫可以放出去了。哎，
摆着就很舒服啊，还打大洞啊！这个防守它是可以晕两个人的，只要你两个人都在，打不了，继续过来挂人。这个防守时间很长的，因为它这个印记是可以刷新这个猫的时间的，所以看到没有，这样的一个防守区域很大，很稳定。这边我们抓下一个，切个传送吧。穷者在哪儿呢？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小猫，哇，这个地图好难找人啊！这里有耳鸣，而且耳鸣是不会穿层的，就是这里有人，这边才会有耳鸣。你想爬，我也可以啊。我怎么上不去？你就爬快一点啊，大哥啊，这感觉还没求生者爬得快。取消插刀。嘿嘿，他跳下来了。没事，这边有张椅子，继续来防守。我觉得这屠夫防守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因为他带控嘛，至少直接有耳鸣就放出去就好了。待会儿人到了，我们就拉个镜像。别尽量拉这边，再定一手，对吧？哎呀，好像这个就不行了。哎，我们往上放能放吗？这个猫能穿上来吗？哎呀，好像不行。我感觉他会再跳下去。要点插刀加速，我这个是点彩板加速的，如果插刀加速，刚刚那祭司就死了。防守的话，如果按这样的一个套路来说，你要打一个双刀，刚才那一波比如说他是佣兵，我们第二刀没打上嘛，如果要打上的话，应该是插刀加速就能打上。思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是我自己想的一个思路，肯定可能别人还有会有更好的一个防守思路，比如说别人来之前就把他给防下来也有可能啊，比如说就是控制好时间，然后定一下压过半，那种可能对操作的要求更高一点。但我觉得我这个打法的话，就是现在有耳鸣了哈，你放出去，这个猫的时间本身就很久，对吧？十秒，然后分裂以后再一段时间，然后你再往回一拉。这样的说话，等到他们能够救下来，能够救下来，这两个人势必会被定住在这个面前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大盘。这个时间的说话，对于他的一个容错率会比较高，他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比较大。好的，那么本期的一个实战视频呢，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是真的不容易，排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排到了一把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